旨乡试入城，奉旨乡试入城，奉旨乡试入城。请注意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科场并非庙堂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考举人吗？这举人是你这等寻常之辈来考的吗？去！你看我寻常，其实我不寻常，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秀才呀。哼！你不信呐？你去查一查。绍兴十二年，天台县头名秀才李修元，那就是我啊！哦，拿来看看。No？ 嗯？怎么样？和尚我不是等闲之辈吧？啊？这。站住！为何还不让我进去啊？依我之见，不考也罢。这可是天赐良缘呐，我岂能错过？出家之人求什么功名？此话差矣。像我和尚，袈裟已穿破七八件，木鱼敲碎了十几个，可到头来，我还是一个一般的和尚。要是有了功名，将来弄个监司方丈当当，我就不用每天敲钟了。我看你就是中了举，也当不了监司方丈啊。这是什么话？功课不相同啊。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，这里是知乎者也道德文章。和尚，你还是好生修行去吧。我做了秀才，无缘相识，岂不遗憾终生？出家之人理应与世无争。出家之人也是人，人生在世，不争也争。去。不让我考。那我把这秀才卖了。哎，卖秀才，谁要秀才？卖秀才。你要秀才？真是个疯和尚呢。别走啊。
价钱好商量，便宜一点嘛啊！卖秀才，谁要秀才？哎，卖秀才，哎，要秀才吗？不要。切。哎，施荣，你可要秀才？卖秀才啊！哎，绍兴12年的秀才。去！哎，便宜点。哎，客商，你可要秀才？和尚啊，你要卖秀才呀？哎，绍兴12年的秀才。哦。秀才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秀才嘛，生在知乎者也，长在道德文章啊。哦，是圆的？不是，那是方的。不是，能吃？不能吃。能用？也不能用。那能穿？也不能穿。原来是三不能四不像的东西啊。这开花结果可就是举人进士状元啊，吃穿用样样不愁，长的圆的方的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应有尽有啊。那你秀才多少钱一斤啊？要买买一个，要卖不论斤呐。那多少钱一个呀？客商啊，这也是10年寒窗熬出来的，起码值个7200-800。你诚心要买，半价卖给你。算了，不要不要。哎，客商，哎，半价里再打对折。半买半送，50文，如何？哼，您给个价吧。好吧，1文钱，怎么样？1文钱？啊？哎呀，客商。这绍兴的梅干菜还要12文一斤，我堂堂秀才只值1文钱。不卖？这个那留给你自己用吧。哎呀，做学问是越来越不值钱喽。你眼睛长哪儿去了？踩死了我家的小鸡。我真的没看见，请公子原谅。原谅？我要你赔。小女子刚刚出门，未曾开麦，身无分文。那你把这篮鲜花赔给我。小女子卖了鲜花买米回家，赔了公子，那我全家就要挨饿了。那我不管，你赔我。你，哎，拿来，你赔我。卖秀才。公子，你可要秀才？什么秀才？和尚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评评理，他踩死了我的小鸡，该不该赔？哦，罪过罪过。哎，姑娘，这小鸡是你踩死的？哎呀呀呀！公子要赔多少钱？少说20文。哎，姑娘你可有钱呢？那把这篮鲜花赔给我，姑娘。和尚，我做主，你就把这篮鲜花赔给他吧。哪嘞，师傅，你看。回去吧，走吧。哎，慢走，师傅，他还没有赔清呢。怎么没有赔清啊？我这只小鸡呀，最起码能长到5斤。如今给他踩死了。那5斤鸡不就泡汤了吗？你是想让他赔你5斤鸡喽？当然喽，你要赔我5斤鸡钱。那5斤鸡要多少钱呢？少说也得250。姑娘，你就给他250。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哎，再来点，哎，再来点，再来一点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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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给你250。哎，你的账算清了，这姑娘的账还没算清呢。他有什么账？哎，哦，对了，
姑娘，拿，拿着，给，拿回去烧碗鸡汤喝了吧。哎，不是这笔账，那还有什么账？我来问你，长一斤鸡要喂多少米？斤鸡斗米，一斤鸡一斗米，这还用问吗？啊，那么长五斤鸡就要喂五斗米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哎，刚才姑娘赔了你五斤鸡，那么你应该赔姑娘五斗米，对不对？对。一斗米多少钱？60文。那么五六得三，你应该赔姑娘300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这兰花值20文，还给姑娘啊，250，拿来，拿来。啊，哎，也还给姑娘。啊，现在你还欠姑娘30文。嗯，拿来，拿来。没钱，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啊，我有钱。啊，有钱，哎，有钱赔钱。哼，姑娘，给你钱。拿着。哎，公子。嗯。哎。好，现在两笔账都算清了，哎，各走各的路吧。谢谢师傅。啊，卖秀才。哎。嗯。不对呀，他踩死了我的小鸡，我怎么还给了他30文？和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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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站住！干什么？你骗了我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骗了我30文钱！哎，这账是咱们俩人一块儿算的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？你这笔账，我不会算。走，咱们打官司去。嗯，早知道你要跟我打官司，我一定要参加乡试。嗯，和尚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参加乡试啊，等我考上举人再来跟你打官司。哎，你包输，我包赢。什么时候乡试？今天呢？哎呀呀呀！我怎么把烤鸡给忘了呢？这如何是好啊？你也要参加乡试，弄个举人什么的？哎，当当。我是头名举人，头名是我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你会中头名呢？和尚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前几天来了个相面先生，哦，说我是文曲星下凡，此番乡试必中头名。哦，我一高兴就赏了他3两文银。嗯，我得去考啊，我岂能让这3两文银白白浪费了不成？哎，回来回来，我来问你。你可是秀才？不是秀才。哎，这不是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啊。啊，哎呀，我上了那个相面先生的当了。哎呦，我这如何是好啊。哎，别着急，和尚，我原来倒是个秀才，如今做了和尚，哎，这秀才闲着也没用，你要便宜点卖给你如何？卖给我？啊，多少钱？30文，便宜便宜。和尚，我买了你的秀才，真的能去乡试？当然了。那给你30文。别给了，刚才你不是给过了吗？啊，和尚，啊，我中了名举人，不会忘了你的好处。哎，回来回来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就凭你这一双脚，等走到考场，那考期早就过了。这倒也是。和尚，这怎么办呢？和尚，我慈悲为本，成全你这颗文曲星。啊，哎，啊，来，给你一匹马，你骑在上面，和尚我送你去考场。这根小青竹行吗？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根竹子是如来佛亲手种的，
太上老君送的土，王母娘娘浇的水，你骑在上面就会腾云驾雾的。那我还可以看看。不能睁眼，一睁眼就要掉下来。那就闭上眼睛。坐好了啊，起。家里的狗眼，你误了我的大事，你还要打我？你赔我个投名举人，你赔我，赔我个投名举人，你赔我，滚开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赔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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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投名举人。听你真言，可是个赶考的秀才吗？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秀才。既然赶考，何故挡道啊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谁挡了谁的道啊？你可以走，我也可以走呀、啊。不是我挡道，是你挡了我的道。嗯，好吧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起轿，去去去去！慢慢，你走得了，我走不了。我的腿被你们撞伤了，哎呦，我疼啊！哎呦，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，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。休得无礼！嗯，你口口声声投名举人，果然有如此把握吗？不要说投名举人，就是投名状元也是我的。哎呦啊！哎呀，你误了我的前程，我要你赔，我要你赔呀、啊！放肆！嗯，自古饱学之士行为放纵，说话癫狂，不畏权势。嗯，哎呦，疼啊！好吧，拿我的名帖去考你的投名举人去吧。是，走吧，走吧，给你。我走不动了。王龙，在，将他送往考场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，走吧。起轿。你背我，你蹲下。下去一点，再下去一点。哎呀，慢。二位，跟我走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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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次考的比较简单，是啊，是你考的不错吧？老人兄，老人兄，这次考的怎么样啊？是，下笔如有神呐、啊，文章精鬼神了。不敢，不敢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陆兄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嘛，是啊，考举人嘛，三只捏田螺，稳拿。哦，恭喜恭喜，同喜同喜，妙，妙。台州府山明水秀，果然是地灵人杰。
有此等锦绣文章，不在圣贤之下，只怕后无来者。头名举人非他莫属啊！王大人，您看这一份也不错呀。哦，哎，天壤之别，怎能相比呀？王大人，此人非比寻常啊！哎，有吏部大人关照。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呀！哎，开门呐！开开吧！站住！和尚，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秀才嘛，和尚将他卖了。哦，对。卖给我了30文。嗯，和尚我送他来考举人。这秀才岂能随便买卖？这举人进士状元都可以随便买卖，何况区区秀才？他愿意卖，我愿意买，管你什么事儿？快让我进去考。大人，你不怕犯了王法吗？这和尚，差官大人，巡按陈大人有令，让他进去考。这，对，我这还有这个呢。哎，那是他的准考证。啊？有请大人。何事？门外有人要来赶考。都什么时候了？轰出去。轰不得呀。为何轰不得？他说是来考头名举人的。哪有这种好事？轰了出去。轰不得，轰不得呀。为何轰不得？你讲个明白。那个人是一名差官亲自送来的。什么差官？请。大人要轰他出去，我立刻就轰他出去。啊，回来，回来！轰不得，快快有请。是。是当今的宠臣，权倾满朝，世压同僚，此番出面非同寻常啊。难办呐，难办呐。难办也得办，以下官之愚见，由他的差官亲自送来，又有他老人家的名帖，不是近亲就是门生，不能等闲视之，等闲视之啊。还要三思啊。王大人，你我官卑职小，朝廷中又没个依仗，
若有风吹草动，就有倾巢之灾呀。此事不办，凶多吉少。下官越想越怕呀。大人，他要抓住你我在乡试中的威信，易如反掌啊。轻则丢了头上的乌纱帽，重则保不住颈上的头颅啊。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。他要的是头名，他要头名，你就给他个头名嘛。只怕是牵一发动全身，弄巧成拙，犯了众怒。不妨，不妨。有道是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只要陈大人满意，谁敢说个不字？就是东窗事发，由巡案靠山，上方见护身，你我也可高枕无忧了。这事儿由你做主了。由我？下官遵命。师父，你是？我吗？我是他的监护僧啊。他是送我来赶考的。请问公子与陈大人有亲？陈大人啊，有亲有亲，他是我的亲舅舅。失敬失敬。哎呀，看公子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，真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呀。想必是满腹经纶呐。说得对。来，来呀，过来。你听一听。听嘛。有没有声音？有，有。什么声音？请指教。有没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呢？是的，是的，这叫文思如涌泉嘛。再听。有没有稀里嗦嗦的声音？有，有啊。那是翻书的声音吗？对对，领教领教。那你就出个题目让他考吧。对，让我当场考来。公子不必劳神了，请公子静候佳音。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。知道知道。啊，那如此，拜托拜托了啊。走了走了。公子，有一事动问。问吧。不知公子有否家眷？家眷？和尚啊，什么叫家眷？就是老婆。哦，我不中头名举人，绝不讨老婆。哦，好好。师傅师傅，家有小女，若是公子不弃，朱金两家愿结秦晋之好。请师傅从中做法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没我做啊。拜托拜托了。金大人要招你做女婿啊。招我做女婿？高攀高攀。还不快拜见岳父大人。受小婿一拜。快快请起快快请起。什么时候成亲呢？发榜之日如何？那我就等发榜了。一言为定。
包子。来来来，吃着我的热包子。谢谢谢谢。嗯，好，热包子。临安陈大人，谁是陈大人呢？我就是陈大人。和尚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你是陈大人？恭喜恭喜啊！喜从何来？你外甥朱之贵中了头名举人了。真的啊？哎，这还能有假？好，包你三天就好，回去吧。谢谢。和尚，准是你搞错了吧？我那外甥啊，三分傻气，七分呆相，肚子里全是一包草，连秀才都考不上，还能中举人？哎，这古人云啊，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，如今你外甥这里的货色多着呢。是吗？这头名举人是主考大人亲自选中的，主考大人还要招他做女婿呢。此话当真？这三天以后就成亲，你这个老娘舅准备好见面礼啊？我说和尚啊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啊，不瞒你老娘舅，这秀才嘛，是我和尚卖给他的，考举人呢，是我和尚送他去的，这大媒人也是我和尚。哦，和尚啊，我看你疯得厉害，净说疯话，走吧你。这去去去。这是金大人给你的帖子，请你去喝喜酒。信不信由你啊。别忘了再见面礼啊。朱之贵，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啦。和尚，真的会有人来上吊？考一回乡试就死一回人，历朝历代从无例外啊。那肯定会有生意喽。我和尚包你生意兴隆。做这个生意啊，只会赚钱，不会亏本，值得，值得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别看你长得呆头呆脑，可是一谈到钱，你还是精明得很嘞啊。和尚，有人来上吊了，我去收钱。不能去。去躲起来啊。龙某，江南第一才子，想不到此番乡试却是名落孙山，愧对祖先无言是人。死了的好啊！怎么死？投河，流水潺潺，尸体会漂流他乡。
身碎骨，死无完事啊。真是天助我也。此处上吊，付银五两。哎，怎么到处要钱？秀才，和尚，人吓人要吓死人的。秀才，上吊钱付过了吗？这不是我付的银两吗？哎，慢来慢来，如今假货太多，你付的银子是真是假，还得验一验。是真的啊，那好吧，你掉吧。上吊你都不会，你白读了那么多年书。哎，书上没有啊。啊，既然你已经付了钱，去帮他一下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哎，上去。起。哎呀，吊上去了。哎哎哎哎，又来了两个。真是不公啊，真是不公啊。来，扶我一把吧。慢，拿钱来。什么钱呢？上吊钱。哎，啊，上吊还要钱？在这儿上吊得付五两银子。哎呀，没钱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没钱不能死，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绳。对，先付后吊。哎呀，无钱死不了，活着更难熬啊。师父，你好生之德，把我们俩的钱给免了吧。啊，你们看，那位秀才付了钱，他死得多痛快。啊，这不是卢兄卢秀才吗？对呀。卢兄，卢兄，你怎么先走了？走，我才走了一半。陆兄，你怎么如此掉发？是和尚他们帮我掉的，我好生酸疼啊。他是等着你们一块儿走呢。你我三人有缘，昔日同进科场，如今同见阎王，如何？招，真是求之不得呀。哎哎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嗯，你这和尚也太贪心了。
我付的何止五两，那是30两纹银呢，可供6个秀才上吊，他们的钱我代付了。你代付了？好，吊吧吊吧。你上那边去。哎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说老秀才啊，想你偌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，何必上吊呢？有道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和尚，你别劝我了，像我8岁当神童，16岁中秀才，相试了13回，头发都烤白了，活着难熬，还不如死了的好啊。既然你赚钱容易的做，和尚也就不拦你了。站好站好站好。哎，我说秀才们呐，依我和尚之见呢，你们三位都是饱学之士，这临死之前吟诗一首如何？然也，然也，使得，使得，言之有理。那你先来。那我就站先了。韶光10年寒窗留，转凭诗文染白头，临死赢得诗一首。哎，还缺一句吗？你来吧。哎，我来。请妈妈生下我大头。王京二卿奉旨相视，秉公择才，誉满州府。朕念二卿为国选贤，忠心可嘉，加封一级，钦此望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大人请坐。今日小女大喜，敬请大人光临，请喝一杯喜酒。哦，不知是哪家公子啊？此番相识，头名举人朱之贵，小婿乃是巡按陈大人的外甥。这么说来，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咯。陈大人到。哦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大人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，福望恕罪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你是？我是头名举人朱之贵的娘舅啊。你是巡按陈大人？不，我是临安陈大人卖膏油的。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你来请我吃喜酒的呀？哎呀，亲家！哎，你，哎呦！哎呀，你们这些做官的真不容易，整天的打工作揖，准是腰肌劳损。来，我来给你治。你去，你去吧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来。只要贴我陈大人一张膏药，保你药到病除。来。哎呦，笑什么笑什么？你们有学问，怎么考来考去考到这儿来上吊啊？问得好。三位秀才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可曾将黄金白银
孝敬过主考大人呢？啊？这行贿勾当，辱我清白，非吾辈所为。那么朝中权贵之中，你们可曾寻得一个靠山呢？折腰权贵，岂不辱我斯文？宁可玉碎，不为把权。有志气，一不行贿，二不寻靠山。如此看来，再考个十三回，你们还是一个秀才。哼，总不能让秦妈妈生下我大头这种人中举喽。这倒难说。难说乎？难说也。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？啊，有，有一个。我就是朱之贵啊。恭喜恭喜，喜报，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，报喜人严无奇。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来，给你赏钱。和尚，我成亲去了。朱大人，成亲去了，我成亲去了。朱大人，一点也不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举人是草包，草包中了举，我还靠什么举人？中举未必有学问，不中也有锦绣文。三位秀才今天这一番遭遇，使他们感到了胜读十年书啊。哎，三位秀才怎么走了？我们想通了，看穿了，不死了。哎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。请慢走。你们不掉，我来掉。爹，你不能死啊。爹，你醒醒啊。爹，爹，我不能上吊，救人要紧呐。对，救人要紧。济公又救了谁呢？请看下集《治病分逆孝》。